怎么样？你有事儿吗？没事。哎呀，没事。我看看。拿着。也没事。拿着。真没事。拿着。酒精啊，有点疼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如果你的伤口不处理，落了疤，你别怪别人。疼啊，我慢点啊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不疼。别哭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支书，喝水啊。支书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，我当时真是用生命来保护咱家大翠儿，可是这杨世红这女子，她太张狂。支书，她拿这么粗一个树根，那对着大翠儿就是一个力劈华山呐！说是迟，那是快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一个箭步就挡在了咱家大翠儿面前了。我对着这女子，我就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！”她没有住，这树根就重重地打在了我身上。支书，你是知道，我是练过的。这要换了别人，那就牺牲了。哎，王会计，你把自己说得跟英雄似的。哎，你要保护我，我这伤哪来的？我这不正跟领导做汇报吗？你当时场面也乱得很嘛。牛啊牛啊，对不对？乱得很。我听说，最后还是长安把他媳妇拦下的。是，我不是挨了一下吗？要不我就一下给他摁下了。牛啊啊！你媳妇在外面让人收拾了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不管啊？我跟他说了，不要惹世红，可他不听啊。啥？支书找你说话呢。我给他说了，他又踩人手，又说人家，还不让人领那发的东西，你咋说也不听啊！你们啊是不了解世红，知道吧？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、嘻嘻哈哈的，你要惹了他，那肯定跟你玩命嘛！哼，你倒挺摸他的脾气。不是，我们全队人都知道呢。现在咱们大队也都知道了。这有啥呀，支书？要我说呀，咱们现在马上召开社员大会，绝不能长他威风，灭了咱们的志气嘛！俩妇女打架，你开啥会啊？丢人不？这有啥丢人的？支书，这个杨世红，这个杨世红，他就是破坏咱队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人。咋才能安定团结呀？那不能护着一个打一个，那一碗水不端平，咋能安定？不安定咋能团结？以后啊，别那么大火气，听见没有？行了，那你早点歇着吧。哎，我去学校了啊。你等等。
牛啊，明儿就开拖拉机去，道上注意安全。我不会门，我眼睛都这样了，咋见人呀？用热毛巾敷一下，明儿下刀子也得去。 回来了，昨晚上睡得咋样？我睡得还行，挺好的。哥，昨天晚上王守业来着，说是廖支书长来了，啥事儿啊？也没啥大事儿，还不是因为昨天场院打架的事儿啊？就你能喊啥喊？咋了？我还不能喊了？这太阳都晒屁股沟子了，咋还不起啊？你赶快做饭去。做啥饭？咋老说我做饭呢？真是娶个活菩萨回来，我不做。 好，我去做。哥，你不管，我做。哎，你俩抢啥做饭呀？让新媳妇儿做呗。闭会儿嘴。长安，你咋又借自行车啊？ 要出去啊？嗯。今儿不是星期天吗？是。你今天哪也不能去。妈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。妈，你今天是她回门的日子。哎呀，长安呀，你这娃子。妈，你等我今天回来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个交代，好不好？妈。 长青，你去做饭，是帮我你过来。过来。你赶紧收拾洗洗，一会儿咱们吃饭早饭，回你娘家啊。
哎，说吧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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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
阿翠，哎，干什么呢？啊，累了，歇一会儿。做拖拉机还歇呀？太颠了，你干啥去？杨家沟。对，到了我们大队，我。 你看到杨淑红的表情了吗？啊，你说我要是去你们队的话，他要是带着你们队里的人打击报复，可咋办？车我修不好了，得找人去了。哎哎。那。 好听，我是胡唱的，你唱才好听呢。我？啊？你什么时候听过我唱歌啊？就那天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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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笑啥？笑啥呀？我想起来那天咱们见面的情景，现在想想，是不是特别傻呀？其实没啥，死也就死了。胡说，人的生命多宝贵啊！ 那样死啊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咋叫价？嗯，怎么说呢？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的：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，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。这样，在他临死的时候，就可以说：我的一生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事业，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我的妈呀！你说的真好。 可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书上说的。书上？哪本书啊？这本书的名字叫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啊，这本书啊，是教给人如何练就钢铁般的意志。哎，前面上坡了，先了多几步。 咋回事？这是，不知道吗？看着好好的灭火了，是不是你们平时没好好维护吗？你咋说话的？我对这个拖拉机比我亲爹还亲。哎，哎，不，顺儿，你现在赶紧弄，你也别唠叨了，好不好？你赶紧修，修不好吗？那咋办嘛？我也没办法。牛啊，咱要不然，今天就别回去了。 说的轻巧，袜子准备好了，你不回去咋弄嘛？我拖拉机不是坏了吗？再说刚才杨世红看我那眼神，到底回不回嘛？不是，我回明天回，哎，牛啊，哎呀，明天回，哎，回了，滚！撒你！我回，我回还不行吗？ 好好说话啊！走走走走！哎哎哎！看啥呢？山。 天天看还看不够啊？你知道山那边是什么了？你知道？山那边的世界可大了。
有县、市，还有省城。你去过？那你咋知道？没听人说过吗？秀才不出门也知天下事，我可是个老师。哎，那你说那儿，那个山后头，会不会有天安门？天安门要翻过很多很多座山。也不知道我这辈子有没有命，翻过很多很多座山，去看看天安门。有，但首先得有命，不能碰见一点事儿就寻死觅活的。想想这些天发生的事儿，你心里后不后悔？是不是你们家人都不待见我？还有，是不是你们全队的人都不待见我？是不是我到了你们家，你们全队的人都鸡犬不宁的？好了，歇够了，该走了。哎，我不想回去了，我就想在这儿美美的待上一天。等咱们回家，就跟他们说咱们已经回过娘家了，好不好？那怎么行？我今天晚上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父母谈呢。哎，你要谈什么？谈你啊。我咋了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师傅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阿火，姐，回来了，姐，姐，咱爸说你今天回来，但是咱妈不信。咱妈说你肯定恨死他了，他说你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我咋能不回来呢，妈？我也觉得你肯定得回来。我回来，回来。你赶紧告诉爸妈，我回来了啊！好，好，爸妈，我姐回来了，爸妈。妈，我姐回来了，我姐回来了。我跟你说，爹，到对口守着去。你看你晚上回来了，赶回来报信，对吧？我不是肉丸子，肉给你留着，快去，快去！啊，来来来来来。这俩狗子，多留点肉，去吧。怎么，自己家都不认识了？快进去吧，就回家了。闺女，哎，
看见花儿，心情好啊，好着呢，好着呢，心情好。王老师，来来来，屋里坐，进屋，进屋，王老师，来，屋里坐。妈，你真回来了，妈不是做梦吧？ 你这是咋弄的？啊，这跟他没什么关系，你别多想。嗯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哎呀，咱妈不小心，快进屋，快屋。哎，来了，二牛，二牛儿回来了。 拉圾换路上，耽搁了一会儿。哦，终于大穗儿来了。哎，你是热呀？啊，风寒。 干好了，哨子也做好了，就等着水快下锅了。别出去了，我出去一会儿，不耽误吃面啊，妈。你刚回来，妈心和你还没心恨够呢。这桃红的头发都乱了，等我来了，让姐给梳梳头。姐，等我回来再说吧啊。哎呀，让王老师来家了，别出去了啊。他没事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 你是不是还恨妈？你要是恨妈，你给妈来点狠的，你别这么一刀一刀拉。都是妈不好，今天三天回门子呢，都好着呢，你可不敢惹出啥乱子来。妈，你看你都说些啥呀？我出去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，不会有啥事儿的。师傅，婶儿。 世红不是小孩子了，他做事情有自己的分寸，他心里有疙瘩，别人说什么也戳不到根儿上，还得自己解开。世红，还记得你刚才问我的话吗？你问我，我们队里人和我们家里人待不待见你？我告诉你，想让别人待见，不在别人，在自己。 婶儿，别拦他。
收。谁欺负你了？他可是个升官蛋子，拿不拿家伙事儿还不知道呢。拿家伙事儿？啊！二师兄，你这是干啥来了？你这是干啥了？啊，我请席呢，儿子儿媳妇回来了。就是入赘的儿子回门呗。啊，行，管你咋说。请什么人吃饭呢？请全大队的人。我能吃席吗？要吃席？大家听见了吧？世红说了，今天呢，要来吃席，听见了吧？那我怎么办啊？我不行，我得躲一下啊！这也不行，我。二狗子，啊，去看着点。我能看住他呀？他要是闹起事来，全村人都弄不过他呀。我让你看，你就看着。行，我看一下，我看。来，让开啊！让开，坐这儿啊。Thank you.
再来一碗。他爸，要不你去看看去。哎，这里是他的家，他的父母和家人都在，门也开着。怎么，还怕他不回来啊？牛啊，我累了，我认。叔，你的头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我的心也不疼。队里的这条路走了几十年，没觉得长过。走着走着，走完了童年，走过了父母的呵护，走完了任性的日子。走着走着，走向了另一个人生。
您往结婚那天来不来接世红，其实我心里很矛盾。我知道他是在斗气，虽然斗气的方式无知而极端，甚至在用自己的生命和幸福来做赌注，我能理解，因为他想不通，想不通才会钻牛角尖儿。可这件事我又不理解，我们的国家有婚姻法，有法律，有法可依，你们这些老人怎么还能做出这种愚蠢的决定呢？婚姻是自由的，是自由的。你说的那些法呀，我们也听说过些，可这十里八村都这样，没人领来了，见了面，日子就定下了，不仅都政府的。这些老规矩在村子里延续了上百年，一时难以摆脱。可是我看到世红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以死对抗的时候，我的心被震撼了。你们想过吗？你们的女儿是多么的绝望才会选择这样的路。也许是老天注定，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遇见他的。我总觉得如果他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，我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思量再三，我来了。我不想让他再次面对言而无信。把世红接到家里，没有结婚证，没有宴席，没有请亲朋好友和邻里相亲，就像是接一个亲戚、一个朋友、一个妹子到家里做客。这些天他住在我的屋里，我住在学校，丝毫没有对他不敬。不信你们可以问他。因为我知道经过这次折腾他会迅速的成长，会明白很多事情。如果他明白了，后悔了，晚了，怎么办？我不想让他后悔。今天我把他完完整整的带回来，重新交到你们二老的手里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不负老天让我们偶遇，第二个意思是希望，是希望他能有更好的选择。已经走出阴影了，对婚姻、对生命都有了正确的认识。希望日后他能找一个对他好的男人，好好生活。
起来了。